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同时出现三名虚念功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消纳了。祖梦，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 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死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止这次。云哥。 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竟然是天意！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 云峰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不要啊，云哥，快停下来！你快没命的！是在救？快停下来！云哥，是同学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、啊！云哥，回来了，回不来了，我的家人死了。 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同学，对不起啊！ 啊。